终于要回到泥路了。泥路，可是好奇怪啊，为什么只有我们的泥路有异色版，然后我们的那个，我们的 V 先生居然没有？武器增强装置，毁灭性的爪握力。多少钱啊？35000，贵桑桑，贵桑桑。一级必杀的威力，但威力过于强大，导致容易损坏。试试看。然后还有这个，增强威力，感觉不错。能买，暂时先买。左手增加一格，这样你的女朋友可以多带一只。我没有生呢、欸，不管了。这个像吕布。Well, she ain't dead. Got a pretty smoking body, though. 身材倒是有够火辣。哎呀，已经被先用过了，可恶。Barely even noticed. You know, you should go do your thing.I got this. Yeah. Whoa. What the hell? Whoa. He's too big to leave alone. Better take care of it. Stay alert. Yeah.超大只！它的背部啊，怎么打、啊？啊！够不到。哦，哦，还没办法动弹呢。哪里过来？你看那个拳头，那个拳头在他的背部上，他这样子、欸，靠不到敌人，因为靠不到弱点，但也太好笑了吧！我怎么办到的？完了，我现在变智障了。玩完 V 先生，现在呢？一路的招式有点 KK， 哇，他的背刺，来招新招式。
我会被砸到。欸，这一招不是那个吗？我没什么伤害的感觉啊。膏要破掉。完全不会用。趴地喽！What are you doing down there? You didn't think you did that all by yourself, did ya? You know, I bet you taste like chicken. Oh, you ungrateful son! I'll leave this beast to you. I must press on. 哎，安安你好。再次声明，安安你好。旁边货柜可以上去。哦，抓到了！我靠，一个连段欸，这么煞气，他起来了。中间那又是什么鬼？又要倒了？也没有，还有一个。怎么有时候发动了出来，有时候发不动出来啊？我的这个手背没有什么用了吗？缩起来了。他为什么不说？哇，上不去了。被打到，为什么他的锁定他妈的都不可以切我正前方那一个呢？
看太远，让我抓。有了，会爆炸。哎，我没事，躲过了。怎么有一个叫老头的在我旁边？怎么有一个叫老头的名字？那是我吗？怎么调中文字？不用调中文字啊，你买完就直接就中文了啊。为什么还要调整？不用调整吧，他就直接就中文了吧。Yo, ladies away. Got any questions for? Better make it fast. All right. Hey, wait. 你的平台要调啊？是啊，每个平台不一样，是不是 ？Not that one. The other one. This one. Next to it. 到底是哪一个 ？This one. Sure.要调整很简单，就去 Option 里面调就好啦。S 福利。那是韩国字吗？是非？哎呦，中文嘞。So what happened to him? Us.They end up like you. 6月15号上午8:57。She was captured. I remember that. 崔西被抓走了。But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to Dante. Damn it. You can't travel through here in a car. Yeah, we know. We're just waiting on you. There's only one way up that tree. Hang on, I'll get ready.I'm glad to see you look so well. You too, I guess. Us. I found these. If they're of any use to you, they're yours. Wow, I can make something truly awesome. 又可以做出超棒的东西了。Shocker. Can we trust him? Your guess is as good as mine. He might be useful, though. Enough talking. Get some rest. You need it.工具狂，嗯。Yo, lady, wake up. 要干嘛 ？Time to get to work. I was just told to get some rest. Oh, you were just told to get some rest? Well, we need to make a path. So start digging. Come on, get up, get up, get up. Us.Something to wear that's good for digging. Whoa! 这样子挖通道，通道什么？先别挖了，好吧？不如我们就选择你的角色。这个地方就开始要选择你要的角色进行了，是不是？好，我要选尼路。我还是比较习惯啦。挖起来，挖起来！我也想要一起挖，为什么不能一起呢？一起挖不好吗？这是啥？剪刀人的剪刀手。A masterpiece, one of my finest. 什么鬼啊？
说好的一起挖挖呢？怎么没有呢？挖掘太辛苦了，不如我们一起吧，这样不是很好吗？将攻击力扩展到最大范围，使用铁鞭做长程攻击，或者将重量级的敌人卷起来。然后刚好一个是什么？这个控制时间的，哇，这么酷啊！带一个，试试看吧。打什么怪？改叫挖挖猎人舞好了。对嘛？打什么怪？一起挖，是不是？有没有看到另一个角色在旁边？什么意思啊？你说在旁边帮忙挖？哦。打不掉，哦，这一下秘蜥蜴蛇。原来是开车猎人啊！开起来啊！欸，居然是你！他说什么？想跟上来的话就跟我走。是谁在讲话？是谁？你为什么要自言自语？西蒙？隐藏的 V 先生，你可以看到 V， 可是我没有看到啊。V 在哪里啊？我真完全不知道 V 在哪里欸。吃饭没？还没吃欸。现在几点了？一点了，两点多再吃好了，好不好？我们就两点多关台吃个饭，大概四五点或五六点再重新播。今天应该可以再。应该可以在今天之内破关啊！应该是可以的。
哇，一击必杀欸，好帅啊。从头到尾用这招清怪会不会有点过分啊？可是这样就没什么分数了欸。哎呦，这什么？制造，他会一直不断制造这个出来。挂了。啊，对哈，这样子的话，我先把我的牛肉拿出来退冰一下。等我一下。好，我先放水让它退冰，大概退一个小时多吧，就可以煮了。老头是什么时候开始玩《魔物猎人》的？《魔物猎人世界》PS4 刚出的时候就开始玩了，刚出的时候就开始玩了。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接触《魔物猎人》的游戏哦，第一次接触啊。破了，有，很可以，按住，哇，他只放一个位置啊。魔物猎人好玩吗？不错啊，打魔物，打打恐龙，嘿嘿，打恐龙，然后有点类似像是打宝那种概念吧，还不错啦。附近应该没什么吧？我走这里。嗯，好，就这边吧。What the fuck？ 怎么会有电？平板电脑可以玩吗？不行，平板电脑没有这款游戏，只有 PS4 Xbox One， 还有电脑没了。
而且现在的平板硬体应该是没有办法支撑这款游戏的所有内容吧。而且你要玩得很流畅，必须要有相对应的操作啊！你那个平板光是几个按钮，你玩一玩应该是会很别扭吧？This was the right way. Nailed.他在下面呢，我看到了。哇，破掉了。明日之后没有再玩了啊，太浓了，浓到我根本没有时间应付啊，太浓了，那个玩得太累了，玩得太累了。嗯，可是他这边就没有把它解除，因为只有解除这一部分。Okay, guess I'm going down. Going down.好挤啊！这里，喂，哪里有嘞？怎么会有触手呢？No。
这款游戏有支援 iPad 吗？没有吧？就只有三大平台 PC、PS4 跟 Xbox One 而已啊，怎么会支援 iPad 呢？奇怪嘞！哦，上面有球球。洛克炮，哎、欸，感谢。所以说这个触手要怎么解决掉啊？直接穿到这边来，靠腰这么故意？等等等等，等等嘞！等等嘞！好多嘞！还有一只，有嘞，贴脸射击，哈哈！哎，干，被打到了，妈的，走到不要玩了，没了吧？我记得 DNC 有支援 iOS， 其他代就不知道了。啊，是哦 ，DNC 4居然做到可以平板在玩，那应该画质会被减略很多吧？五代才刚出，应该不至于会移植到你说的那个平台吧？刚才两只哎，就那个触手穿到这边来，还是找不到。我在犹豫要不要回去再逛看看，算了。走这里。先去睡了。哦 ，OK，OK， 晚安，晚安。有些是 V 才可以打开啊、哦，所以说这种就是还要再回头玩才行啊，然后用 V 的角色来打开啦。像刚刚那个应该就是用 V 角打开吧，不然没办法哦。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哎呦，好要挫折，可以不要这样吓人吗？可恶，打太慢了，难过。我们刚从这里上来的嘛，对不对？好，你有剧院呢、欸。那个是通天神柱是不是？嗯，可能是哦。通天神柱，想到要剪片就好烦，没关系，剪久你就习惯了，剪久你就习惯了。哇！根本就斯巴达、啊，还、欸、哇，这么多只啊！团员都到齐了。What evil lurks? I must destroy. I thought that was the plan all along.开敲 ！B 会帮忙打。哇，在这样在这种环境上打哦，也太好笑了吧！不会很抖吗？靠呗，完全被围。挡不住啊，哥哥！帮忙打个鸟！直接变成一颗球，太扯了！盾破了，要求
被烤了！哦！哦，天哪 ！AI 的尼路还比较强，嗯。午休看老头爽。What? Tired already? I just remembered something. This town was attacked once before. Is that so?I was here. I can still see it. 所以说 V 到底是谁啊？他好像藏了超多事情的。Right here. That was the house. 房子在那边，这是他以前的家。This is where we part ways. You go ahead. 分道扬镳了。You're gonna miss all the fun. No.I must seek out the Devil's Sword, Sparta. What? Yeah, I don't think that's such a good idea. Trust me. You're not the only one who thinks so. But to win this fight, we're going to need all the help we can get. 我说就剧透了，没关系啊，不用讲啊。Not the only one. 你可以不用说，没有关系。What the hell aren't you telling me? 事后就会揭晓了，是吧？是不是？这游戏很吃 CPU 吗？哎、我觉得它还是可以调整画质吧。画质如果不用要求最高的话，其实我觉得现阶段的游戏机都还蛮适合的啦，好不好？我是觉得啦。